不会吧？游戏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。Summer， 你这个头上有一个小鸭子，好可爱哦。你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就是跟这个小鸭子有关的玩具了。今天要玩的双人游戏就是这个了。它的名字叫什么呢？转啊转，鸭子幼儿园。现在赶紧拆开来看看吧。我看完这个突然想起来，以前我有玩过那种钓鱼游戏，你有啊？对对对，很像那种感觉。没错，完了，现在小鸭子拆开。哦，这个小鸭子现在还没有眼睛，赶快给它贴上吧。眼睛在这里哦，在贴纸上面，赶紧来先给它贴上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和 Summer 已经把小鸭子的眼睛都贴好了。他们在动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小鸭子放到这个河里面吧。哦，这让我想起了，食堂吧，这是食堂吗？啊，食堂，食堂。开启电源。哦，转起来了。哦，这让我想起一首歌，哎，我知道是什么歌。对吧，一起来唱。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哦，真的耶。现在呢，我们这边还有四个不同颜色的还有不同形状的贴纸，有红色的圆，还有蓝色的星星，然后绿色的三角形，还有呢紫色的方块。那这四个呢，我们将把这些贴纸贴到小鸭子的屁股下面。好，那现在就来贴吧。这边呢贴一个圆形，然后再在鸭子的屁股上面贴啦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小鸭子的贴纸都贴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转啊转鸭子幼儿园的游戏规则其实非常的简单，是什么呢 ？Summer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四个不同的形状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和小林假如说和一人选一个形状，假如说我选了这个方块，然后小林选了这个红圈，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从这个小鸭子里面随机抽取它。但是如果我抽到是跟我自己形状一样的，它就属于我，就可以拿走。但是不是的话，我就把它放回去。但是记得一定不能让对方看到我抽的是什么形状，因为放回去，假如说我抽的是红心，被小林看见了，他说：“哎，那这个肯定就是我的了。”他马上就可以抽这个了啊！所以呢，我们拿起来，如果不是你要的那个形状，你就默默的放回去，不要被对方看到。如果是的话呢，你就给大家看一下，说这是我的哦，然后就可以带走了。那先收集到三个鸭子的就算胜利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非常简单吧？一起来玩玩看吧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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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那我们先来选形状吧，你想选哪一个？我要选这个星星吧。那我呢来选红色的圆心吧。好好，开启电源。哦，那谁先抽？还是用那个石头剪刀布，老规矩，好吧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那Summer先抽。抽。哦，看来不是哦，默默的放了回去，该我了，就是你了。不是。啊，也不是。有了吗？星星吗？哦，三毛抽到第一个了。哎，我要加油了，小鸭子要给力哦。我要抽这个。哇，我也抽到了。啊，我也抽到了，一比一了。好吧，看这个。也不是。这个。比一啦啦啦。No no no。
我们要换一下鸭子的位置了，我要再接再厉了。诶，好难哦。都不是啊。现在呢已经2-2平了，然后呢就是决一胜负的时候了。那现在我们再调换一下位置吧，因为最后一轮非常的关键。好，又该我了，就他了。真的啊呀，小林3-2起胜。好了，第二轮游戏呢，我们要不要改变一下规则？好啊，两个人选择同样一个图形，就是我们两个要竞争是吗？对，看谁先抽到两个，因为它这个图形一共有三个嘛，嗯，然后就谁先抽到两个谁就赢了。好，那我们就选择这个绿色的三角形，开始。哦，鸭子反了。现在我们的鸭子呢，终于排好队了，来，我们左一拳右一拳决定吧。左一拳，右一拳，我们大家收一拳。哎，我为什么收这个？好，那就该我了。他了。哦，三角形。不好意思，我一下忘了。哈哈，我已经收到了。今天运气不错，手气。默默的放了回去。那现在该我了。请闭上眼睛哦。不会吧，游戏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哦哦哦哦，小林呢已经集齐了两个绿色的三角形。赢了的人有什么奖励，还是输了的人有惩罚呢？今天呢是赢了的人有奖励，所以呢我才要这么迫切的要赢的。现在呢就上我们的奖励吧！哇，居然是蓝莓！因为今天呢准备了 Summer 和小林都非常最喜欢吃的蓝莓，可以算是水果当中最喜欢吃的。我也想吃。哈哈，输的人不能吃咯。嗯，很遗憾是不是？你要忍住口水哦。嗯。啊，好甜，好讨厌。啊，好甜。好了，给你吃一颗了。好，这一盘有一颗是你的。嗯，好了，今天呢，小林和 Summer 就一起玩了这个非常可爱的呱呱鸭子幼儿园的游戏，怎么样？看得还有趣吗？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订阅我们呀。那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啦。拜拜。